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Vicky 啊。疫情留多咗喺屋企，梗系要准备多啲健康嘅零食啦。今次咧就俾我喺12蚊店揾到呢个微波炉嘅薯片神器，等我睇下系咪几分钟之内就有新鲜薯片食啦。以往都有唔少嘅网上教学教整少油健康嘅微波炉薯片。呢、这个12蚊店嘅微波炉薯片有环形嘅设计，包装背面附上使用方法。先将薯仔或者蔬菜切成2mm 嘅厚度，建议使用刨片器，大小会比较平均。用厨纸印干薯仔嘅水分，再量度薯片嘅重量，将每一块薯片平均分布喺环里面，然后根据重量以唔同火力同埋时间喺微波炉加热，可以喺煮完嘅1至2分钟前后调整时间。今次用大火整10分钟就有得食啦。微波炉薯片睇落有微微嘅金黄色，亦都冇窿嘅情况。薯片又保持乾身同埋脆卜卜，比起街买咧就少咗更多油腻感同埋更加低脂，亦都可以按个人嘅口味落盐或者其他调味。呢、这个微波炉薯片咧都尚算成功，薯片食落好脆身，亦都更加健康，食得快都唔怕肥啦。除咗薯仔之外，大家不妨都可以试下其他蔬菜啊。Yoo-hoo！